嘿嘿，又被我领到了新衣服。嗯，那不是皮皮吗？走，我们找他玩去。小王子，你赚什么东西啊？等等，你这里发哪来的？我没见过是。嘿嘿，这就不知道了吧？元梦和爵位鸭脖联动了，看见没？完成指定任务就可以免费领取，绝对爆发财，联名限定时装。 你不说我都没在意过，想不到圆梦悄咪咪联动这么多皮肤。还有好消息，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吃鸭脖了。鸭脖真的假的？你看，2月7号新春市集上线，绝味鸭脖发财桶。你看看雍之鸭子多么形象啊！更大的惊喜是，还有圆梦首款单制称号，而且这回还送压岁钱。从今天起。 与好友分享幸运红包，完成指定任务就有机会掉落50元的爵位红包。那还等什么？走走走，吃鸭脖去喽！嘿嘿，不爱。